这位拥有神奇双手的北京大男孩又会带来怎样的表演呢？有请下一位选手。你好，三位评委老师好。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曹志银，今年27岁、来自北京。要给我们表演什么？今天带来的是一段非常非常安静的表演。安静的表演。对对对、我想通过我的这双平凡的手，然后把那些看似平凡的东西变得有生命。神奇，这事儿大了。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谢谢来自北京的曹志银，一个非常秀气的男孩子，穿了一身黑衣服上来就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神秘的气氛。刚才你一边演，我就在边想，哎呀，你现在特别希望后边那个天幕应该是深蓝色的绒布，你这个表演就会更加的神奇，你觉得呢，李老师？我是头一次看。我也头一次。这个叫什么？他真正的名字叫做 Hoops，也是圈的意思。哦，周老师，你所创造的神秘比你的才艺更成功。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能让大家安静下来，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你安静吗？我非常平静。现在从什么工作？原来是在工地，建筑工地上班，现在是一个杂耍的一个爱好者吧。然后现在是？对，就因为这些杂耍，然后我放弃了那份工作。你放弃了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每天都要在工地上工作到凌晨5、6点，除了路灯陪我作伴，真的就没什么了。你现在能够靠杂耍过上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吗？可以的，因为玩杂耍用的是心，它能够让我更专注，平静地完成很多事情。
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孤独和宁静，因为我觉得这30年缺少一种宁静，缺少一种孤独，所以继续享受在孤独当中。我的决定是出彩。谢谢您。你的气质和你所具备的技能，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师，所以我非常真诚地给你一个出彩。谢谢各位。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我给你出彩。谢谢你。好，祝你你出彩了。祝你。玩大傻用的是心，它能够让我更专注，平静地完成很多事情。